输了啊！我也输了就很不好看耶。那边有黄金干涉的，没错。哎，这一串拿五块的多。尝呀尝呀，随便拿随便拿。嘿嘿，客气。哇塞！嗯，好嫩。那只有一个烤葫芦了，先去做。上哪儿嘛做排骨？烤牛肉喽。这个甜品好不好吃啊？我亲自去定制的，喜不喜欢天茹？今天十一岁了，昨天十一岁啊。那曹哥，你跟姐姐说生日快乐没有？啊哈，说没有？那你快点说呀。姐姐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是啥子哦？这是什么？麻花。蓝莓啊。麻花。榴莲。烤的黄杨白，我第一回吃这个东西。这个有种不？这个有不种，你这还有点，这个可以吃。烫得很哦，有点香，再吹啊！哎呀，危险！搞得太烫了，我家里烤这都弄烫哦。你要吃丢了，可惜了，自己烤的。再吹啊！一害人。菜馆，你烤点白菜来吃啊？对啊，少不了蔬菜，少不了肉，少不了蔬菜。蔬菜我这个香菜搭配着吃。来许个愿吧。许个愿。好，吹蜡烛来，耶、yeah, ！来画一刀，来画一刀，千总。耶、yeah, ！来分蛋糕吃喽。这个糖可以吃的，我也想吃。这个蛋糕好吃惨喽。好的，自助冷餐会开干。吃了不够有咬。咦，这个蒜香排骨。牛排骨。哇塞，还有小萌喜欢的牛，这个意大利面。尖椒腿儿。哇，酸萝卜老爷汤，咦，这个老爷汤看着还是要的吧？这个卤鹅卤得好哦，这个颜色这些巴适的很。嗯，这个卤鹅看着可以啊。陈杰同，今晚上就可以稳得住。这是烧了不？要学会儿嘛，吃点儿就嘛。
开心啊。好不好吃？咱要二十九。